现在在特富野部落哈，那我们在部落这边稍微看一下，等一下我们再去特富野步道走一走哈。不过已经在变天了哈，幸好今天没有上到那个北峡山那边，已经开始乌云了。我们去那个前面那边看一下。我们回到这个特富野部落的岔路口，那我们现在从这里上去哈，我们绕一圈那个特富野步道了哈，再走回来这边。那我们现在从左边这边出发。哦，它这个牌楼是可以上去的，我上来看一下。牌楼到这边而已，我们要继续往那个方向走。上海这边就有它那个指示牌哈，那我们继续顺着步道走就可以了。这边的树上都是乌鸦。我们目前顺着这个步道的水泥路哈，直缓上了。我们步道一个高点，这边有凉亭啊。哦，那这里可以眺望那个达邦，这个村庄就是达邦了啊。下来这边都是阶梯，那个山风吹的还蛮凉快的哈。不过就是现在夏天就是会有午后雷阵雨哦。现在其实还很早，现在大概11点而已啊。不过
我觉得等一下就要下雨了。目前一路都下坡哈，我这个我走上去的话，其实会有点辛苦。上边这边还有凉亭哈。我们稍微下来哈，我们现在步道看到这个就是樟木了哈。啊，这个就是樟木，继续往下。这个比较大颗的，这个都是樟木。我们刚刚过了凉亭，再下来之后，它这边有个岔路哈。那待会我们要回去的话，我们就要往这个方向哈。它这里是樟木巨木群，往右手边。那我们要去那个达邦吊桥，我们要继续往这个方向走哈。在350公尺就到了哈，所以我们先去达邦吊桥走完之后，你再回来到这里，然后走这一条回去特富野。其实岔路这边就可以看到一些樟木了哈。那可能等一下往那个特富野那个方向，那个樟木可能更多哈。像这一棵也是啊。这边是那个竹林跟樟树的混合林哦。这边有那个共里之石哈，在左边这里。它这个步道走起来是蛮舒服的吧？哈，这边有另外一个凉亭哈。可是这个没有阶梯耶。我们过了那个第三个凉亭下来，我们就看到那个吊桥了哈，就在这边。这边就是达邦吊桥哈，我们走过去就到了那个达邦了。右边就是早上我们骑车经过的铁桥哈，我们就是从那个铁桥去那个特富野。你看那个溪水很浑浊哈，就代表说那个山上昨天下的雨很大哈，所以目前那个溪水还是很浑浊。好不好？等一下又要下了哈，我们走完我们就准备回程了。前面上方的凉亭就是达邦那边的出入口哈，就是到那边而已。右边这边有露营区。边也有用一些艾玉哈，在右边这边。好，我们就上到特富野步道达邦这边的出入口哈。就是这个凉亭这边，上去的话就到达邦那边的岔路哈，就在前面那边而已。好，我们就往回走了啦哈。这边用啊。不用讲，可以说。哦，好。蛮紧的。好，我们吃完艾玉哈，那我们继续就往回走哈。
这边一杯艾玉30块，还不错吃哈。那我们就继续往那个吊桥的方向这边走。我们左边看到就是芙蓉山跟天福山哈，就在左上方那边。好，我们就来到那个刚刚那个岔路口哈。刚刚来的时候，我们是从右边这边来的，现在我们要往左边哈，我们去樟树巨木群哈，还有250公尺啊，往这边走。我们过来一点，我们这边会接到那个马路哦。那步道的话，在马路的左上方那边哦。我们出来哈，我们看到现在左上方这个位置，我们往那里走啊。好，我们顺着那个马路稍微上来哈。那步道就在马路的左边哈，我们就从这边再继续走，这边就可以看到。他那个步道了，这一棵樟树就蛮大棵了哈，这两棵都算蛮大棵的。哦，就是过来之后，这边还有哈，这几棵都蛮大棵的樟树哈。也非常的大棵哈，哦，你看它树头就非常的大哦。哦，这边也有。哦，步道从这边开始爬升哦。过来，我们继续往左边走哈，还有430公尺，这边就是一般的那个水泥路而已哈。哦，你好，这边有店家哈，现在往上走。这边都是咖啡豆哈。我们从这边往右上爬升哈，哦，它步道到那边而已哈，它那个应该是有个观景区而已哈。那我们先往上走。我们上来之后往右走哈，好，我们就已经回到刚刚出发的岔路口哈，这个就是德富野部落这边的岔路哈。刚刚我们是从这边出发的哈，那我们现在就回到。早上出发的地方，那我们这样走了一圈，大概走了1小时10分钟哈。那一圈的话，大概是3公里差不多。那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行程哦，因为也已经在下雨了哈。那幸好今天也没有去到碧霞山那边。
今天的行程到这边就结束了，好，拜拜。